我看看今儿还有谁要到咱这儿来啊？那哪位朋友要到这儿来？哪位来蹭饭？请进。啊，你们叫那个什么什么 TF Boys？ 对，对，来干啥？听说您这儿办团圆饭，我们来蹭饭来了。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来蹭饭要有规矩啊，要规矩，要演节目，完了才给饭吃。好，好吗？好啊。你们演什么节目？告诉老爷。我们有一首歌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来，给音乐，兄弟。跟着我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，鼻子眼睛动一动，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哎呀，老爷啊，新年嘛，我们给您要给您送一句祝福。给我祝福？对啊。好好，来给老爷一个什么祝福啊？祝老爷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生财，九转工程，十全十美，羊年大吉。一到十啊，没有十一吗？怎么没有十一？十一快乐啊，国庆节啊！祝您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生财，九转工程，十全十美，羊年大吉。没有十二吗？祝您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争财，九转工程，十全十美，羊年大吉。这还有啊，我说要压岁钱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个我这要压岁钱，我这上台，我是上哪儿？孩子，要不然这下去我再啊。老毕呀，陈寒北啊，他们呢你要压岁钱，要不然你借我俩的。我不借你，我是来还你钱的。上个月不跟你借了300块钱吗？还给你，正好来给你拜个年，羊年大吉啊，过年好。哎，老爷，现在老爷羊年大吉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是弟？你不要这怎么意思啊？倒霉玩意儿，我不告诉你们，你不是我这是我这一生的特点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抠门，不是，我勤俭节约，不是。好，已经拿了呢。他们就要压岁钱，啊，给有钱了吗？好，这是正好，一个人100，来压岁钱是吧？给孩子压岁钱得有讲究，你不就这么给？一般的压岁钱都知道得有红包，有一个。哎，老爷，红包拿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就是，您只要往里装就行。
我们这里就什么都准备。哎，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儿。哎，谢谢老爷。老爷羊年大吉。好，给吧啊！钱也不多，反正也有，这也是个巨大的损失啊。那也没关系，给孩子。好孩子，啊，回去给你们做饭。哎，这孩子呢？拿下了。哎，行，这300块钱算我还完了啊！哎，给你们一人100块钱，钱不多，但是呢，对自己要有个鞭策，别完了演出就忘了学习了啊！啊，就下。哎，等一下，表演就。中国礼尚往来嘛，下去吃饭去吧。就你给我们的红包，我们要回礼，对吧？啊，对啊。我们也给你带了礼物。给我还有礼物？对啊。啥礼物？我看。啊。我们准备了一副对联。对联。想送给您。来，给我看看。这孩子在写对联了。对啊。哇。哎呦，字写的好啊。写好了，我看看，打起来给大家读一下，走你。羊年生瑞气，下联是百鸟换春光，然后横批呢，想让您帮我们提一个。对，我给起横批啊？对啊，您不是也会书法吗？落个款儿，哎，我叫啥名呢？啊，对了，我叫毕福剑啊。上联儿，羊年生瑞气；下联儿，百鸟换春光。横批儿，仨小子蹭饭。看来大家很喜欢我们这个 TFBOYS， 要不然让他再唱一个再吃饭，好不好？送你。我们久违的新家、啊、这个教室和脸上微笑绽放，要让全世界知道，一路有你的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，毫无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，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，唱是我们的讯号，那就是追逐永不放慢步调，冲锋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，我要让全世界看到，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地唱，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阻梦，让中国更强，放手翱翔就开始吧，在此刻梦已可阻挡，坚定着希望，勇往直前，梦在未来绽放。轻轻唱，就算是风浪滔天，也要大声地唱，不怕前方。中国更强，放手翱翔，展开翅膀，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，坚定着希望，勇往直前，梦在未来绽放，梦想起航。好啊，三个小朋友这个已经合格了，就在我这儿蹭饭吃，好吧？好，来，掌声送 TFBOYS 去嘉宾席就坐啊！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下面看。